哇塞哇塞，他是往上飞吗？哦，有上，加油加油，哇！咬他咬，真的有伤害吗？不知道，要撞到才有，要撞到才有，这太难了啦！你就会先耐久用完、欸。你把它勾引到陆地上嘞，你用走到陆地上，让它勾引。小心他！你小心哦、喔，你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！他下来，他下来，他下来了。对，你用走走上去，让他骗他上去。哎、欸，有抽到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觉得你在水面上。假如你在水面上的时候，你可以等他下来的时候去撞他。嗯，哎、欸，还是你飞过去用左键点他。哎、欸，差一点撞到了，撞到了，啊、撞到了，没有啊，没扣血啊，没有啊。啊，好惨啊，被撞死了，被撞了，可恶，我来的瞄准。换地换亮红色，要换地形、啊。不要有怪物啦，不能有怪物，有怪物就是被怪物弄死啊。真的啊。然后海丁说：“哈。”Oh. 我们是赛亚人呢、欸，不是赛亚人对决、欸，你们超晕的哎、欸，天啊，好你动超快、欸欸，可以把怪清掉吗？我们开场旁边就是枯工，直接被射爆哎、欸，我两们就马上往上飞逃走，再一次清怪清怪，再一次来一次啊，不升怪这样，哇哇，所以不能这样直接往下。然后把水清掉，超痛！把什么清掉？把水清掉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要水啦，要水啦！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！耳朵自备水桶。哎、欸，对耶，刚如果让你们发光的话，应该很帅。对啊，一场就发光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对。刚刚一直在找人，我们在问哈基到底在哪里。飞到世界最高都找不到，找到你们的时候，你就飞很远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说团团的最后的位置，我就飞过去，然后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团团又回来了。”我说：“哦，我在飞。”太难用了，七龙。我看你全程都用走的、欸，哎。对啊。因为我怕。玩你是悟空术的人。我觉得。那个两脚着地比较安全，当一下侠女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不，那个他是撒旦，不会飞啊，不会用气功，最强的男人，嗯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也是最强的呢。好、哦，好想整片都拍哦。好啊，你说海上对决吗？这样很晕哎、欸，打不到，没有就看谁先撞到啊，这太难了。好像刚刚已经蛮多啦、啊，其他地方就是要惊险一点。嗯，像云月没有降落好，就差一步哎、欸，我就差那两三格而已。他削到边边就死了，我也是啊，可怕、喔。巧克力前一秒还是说，我觉得我们做一个轻盈一千的鞋子好了。不要、啊，然后这样才刺激、啊、不用，这样就只能用撞死啦、啊。笑，我们刚刚就问哈基说，他这样如果往下的滋滋飞，会不会受伤？会痛。然后哈基就死了，就说会。知道吗？用性命告诉我们答案。安，刚才是脸朝地啊，四颗星，剩四颗星。嗯，然后不能往下冲，嗯，超可怕。好想要翘刺哦！有翘刺就不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可以进了。我重开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我复一下那个翘刺，哎、欸，同一张地翘刺了，同一张三叉戟波涛耐久。嗯。刚团团是不是在那海里准备瞄准？我刚刚的确啊，因为找不到你，然后就被是超难弄。对啊，远方在看，超像这两个赛亚人在那打来打去。我的更远方看，看起来像两只蚊子。超赛亚人之战，超像七龙珠的啦！那时候配上那个星星星，我一超爽。嗯，这怎么那么好玩？影院可以先准备好有没有？我正在准备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还没准备好。哇，如果影院汪汪跟巧克力同一队，对啊，好复杂。
我觉得几率应很小啦。哎，还有那搞不好有分享有差、啊。哦、弄掉你要运气要落在这里哦。哎、欸，我还没分享。哦，你还没分享，你还没分享啊？对对对对、欸，我也是还没，我要等下礼拜，下礼拜。哎、欸，他二十分才可以发光哎、欸，还是可以他最低二十啊？一开始只能开场啊，开场只能用啊。嗯，好了，直接给效果。好了，嗯，那、啊、怪物也是哎、欸，怪物要直接清除。可以直接打那个 game， 不要自然升怪啊，就直接关闭自然升怪嘛。嗯，怎么关？可以关一下。好，关一下。关了。哦，好 ，effect 说。哎，这你都布置好了、哦，那我做完了，我也好了，我自己拿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喵。OK。为什么会少一个？对、啊，少一件。我来了。好了，放学。我想说你复制完了，我就拿一个走。你的复制是用拿的。想说你都复制完，我就用拿了。哦，我箱子里面弄好了，不知道其他人复制了没啦。对，他就等下指令 OK。OK。好，神奇分。对。哎、欸，谁、欸、掉啊？我掉下来。因为你飞，我想拉看看。哦，好，小国。等一下哦。好，等一下哦。汪汪记得拿。哎、欸、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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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哎、欸、再一次我被拉下来了，看会不会拉，喂那个也太难勾到人了啊、我们蓝队下楼，好开场发光了，哎、啊、再飞一次再玩一下，哎呦，我完全没有看到我往上飞，为什么？哎呦，波涛赛亚人之战，咻！等等，快啊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哎、欸，已经拿了吗？了哦，好，好了，要往敌方进攻吗？还是？好，我拿了，我拿了，那边，红色，走，我想水里的样子，我想先用走的、欸。先到先那边附近有水，他们还在陆地。好，他们还在陆地。哎呦，哎，中到自己人啊、哎！我砍到，死掉砍的。团团里，他们在水里大战。快去，这里，空中有人逃空中，有人逃空中，我要追那空中的。哇，太快了，看不到了。哎呦，杀死老团了，好、哦、漂亮，弟，下面。好难哦、啊！后面我看到汪汪！哇哇！为什么摔死？为什么摔死？我在水里耶！我不知道，吃到沙子了吗？我吃到沙子，我刚飞超高，然后下来，然后往下钻，可能就因此撞到了，可能吧。赛亚人升杰克了，我要升杰克一个，杰克赛亚人加油！就这样。小心，那落海可能往下再冲就死了。哇，这个哇哇，你这样死嘞！哇，可以可以，一级耶！哇，杰克赛亚人加油，小心！哇，完了，不能停下，停下会被秒，停下会被秒！小心！撞到一下四颗星！哦，杰克加油！杰克飞好高！哇！好刺激哦！来，背头，上面一个，哇，这可是赛亚人的，哇，好猛哦，好难玩哦，加油，杰克，摔死了，你跟我一样的啦，哪里啊？没有，你最后下来的时候是不是也往下冲了？对，你吃到土了。他不能这样，不能直接往哦，对，不能直接冲墙。我拉你，我拉你，他那样子会太快就直接撞了。我想到，上次怎么为什么杰克会摔死啊？会吃土哎、欸，没有，你往下的时候，最后再往下冲入水、哦就会，然后一样会死哦。他自己可以试试看，我刚刚也是那样，我想说最后很帅气的直接。冲下去，然后就死了，然后就直接很帅气的蹦，想说明明是海，哎、欸，你在水里面直接往下冲哦？对对，
没有啊，差不多快要落下去的时候，你要先上去，你要先上去高一点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应该是入水前又冲，然后就摔了。我不知道、啊，我们是这样死了。对啊，我想说你们在水里为什么还会死？因为我想说撞水应该没事吧？啊，哈记，你要到这边啊，只有一格水的这边啊，应该是水的高度问题哦。对，应该是没有，你还是到两格水，还在一格水。嗯，哎，没有哎、欸，想死也不容易啊。对啊，死也不容易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们会死掉？我帮你把范围扩大，没事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没事啊。那刚刚到底怎么摔死的、啊？是前一届的河豚王。喂，哎，没扣血啊？摔死的、啊。不知道，我们两个都这样子啊，对啊，没事，哎，没事啊，对啊，为什么？不是有 bug 啊？哈？你们可能压过头了，神神打架太厉害了，你们牙通牙过头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我觉得会刚好撞到人，然后。撞到人，那个人的头也太硬了吧！因为我那时候很记得，我就是往下瞄，然后最要冲他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还有哎、欸，汪汪有了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在地上着地了。哦哦，怎么受伤的、啊？对啊，嗯，会被吓死的。对啊，这死不了啊。有时候撞到人，可是撞到人为什么是我死不是他死？撞到人应该是对方受伤吧？对啊，头撞头吗？可是他是血摔死啊！如果你是撞到了，应该说会被谁反杀才对啊！啊，对不起。哎，有可能撞到那个人有没有血很多？没事。这样子他会不会应该是会显示反杀吧？嗯，会吗？反将一军之类的，太神奇了。对啊，觉得神奇。没事啊，为什么？不知道啊，没事啊。bug 吗？太重了，太重了，太重了！哎哎，不过是真的蛮好玩的，对啊，超好玩的，赛亚人之战。哎，你干嘛、啊？对，你看是杀你啊，也没事啊。嗯，应该啊，想要再度重演也很难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这只有在激战之中才会发生问题，真的。难以触发，知道为什么哎、欸？没用啊，哎、欸，还是刚好飞到边边的位置啊？你刚刚有飞到边边的位置吗？没有没有，真的都是海，都是海，真的是海中央啊、欸！对啊，我也是啊。我刚死的位置大概是就刚刚那一个位置啊。我有看你，我有看你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是，都完全是海，而且我是在瞄人。哦，这箱子是什么啦？箱子什么啦？撞到箱子了、哦？没有啊，太神秘了。哎、欸，我什么了？我怎么死了？摔的？我按了加速，加速驯服特吗？驯服特，对对，加速跑。哦，没有啊，我在空中，然后加速，然后最后又冲一次。嗯，加速往下冲，对，死了。啊？哎、欸，我没有啊！哦，跑步键，你在空中跑步键加冲刺，会太过强，太过高速，速度太快，体验动能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没有哎、欸，我也没有啊，我也没有啊。冲出去的时候按一下，嗯、对，冲之前你就按。哎、欸，这个死亡教学，死亡教学，欸、不行啊！我以后就要用死法。是很快的，没错啦，但是哎，那第二次也。第三次就弄出来了，真的是弄不出来了，有点难抓到那个东西耶，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又有了，怎么用的？我是先没有加，然后最后加速，然后再冲下来就有了。按住吗？就一开始都没有加，对对对，一开始都不加，然后在空中有没有慢慢下来？哎、欸，最后加速，哎、欸，对不起。没事，车祸。这怎么会这样？会是刚好下水游泳的时候，然后就产生这种踩到人了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死也不容易哎、欸。对对啊，好难哦、喔。你们为什么在研究要怎么死吗？对啊，因为觉得很奇妙啊，反正很难哎、欸，好难哦、喔。喂，啊、哦。啊，好痛啊！
会扣谁？啊！我怀疑你蓄意谋杀。蓄意谋杀？哎，抱歉。真的是你蓄意谋杀？很难很难，不容易。欸、在空中撞到人会跳一下、欸，哎、啊，对呀对呀。方块的脚胶，有胶吗？撞方块脚吗？嗯，这太难了吧？你要马上去秒也太难秒了吧？那我们刚刚也太屌了吧？欸、真的、欸，那你们好猛、喔欸，对、欸，脚胶有没有？再试一试，一格水的那里，然后脚胶，哎、欸，哦，这没瞄到，没瞄到，这个几率。哇靠！这秒了吧？这些几率你们怎么瞄得到啊？等等，太因为我们是赛亚人，赛亚人呢？脚还拿得到？是，有了，对，直角的地方，直角的地方，太难了啦！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，只要是脚脚都可以，一格水的那里，两格都不确定，我试试看。啊，我都差一点、欸，我总摔不死，我要两格的应该不行。原来要落雷吗？对啊，喂啊！不好意思，放错了。一格水，一格。